宝宝，我们去穿按摩鞋。按摩鞋，难怪我想说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啊！我以为老婆是可以舒舒服服的，我以为老婆很轻松哎，结果要穿按摩鞋。为什么要穿？我超级怕那个按摩鞋的。真的假的？忍，为了钱我们可以忍。明白不？没错，各位听到吗？要先拿什么？因为民宿是3层楼都有，10个宝箱开完就没了。所以就是房间，对，房间各个地方民宿。好，来，我们就定位哦。好吧，我们去穿按摩鞋。按摩鞋，难怪我想说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啊！我以为老婆是可以舒舒服服，我以为老婆很轻松哎，结果要穿按摩鞋。为什么要穿？我超级怕那个按摩鞋的。真的假的？忍，为了钱我们可以忍。你今天也是老婆啊？对，我一直是老婆。他这个很有优势，因为他超不怕的。这个超痛哎！我跟你讲，这真的，这我还是会痛，这很痛哎。刚刚有休息，应该可以。我很耐痛。不可以给我掐掐。我现在不能用力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太痛了，受不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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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忍者龟，哎哎，一路超前喽，美败哦！你们可以的！你们可以的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再来！再来！再来！别冲啊！再来！再来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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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前面快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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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可以！我们可以！可以成龙，给我！哎哎，这只能一个还是两？一次只能一个，一次只能一个。对哦，那边前枪打开以后就可以出发，看到数字了，我就会告诉你们报号，好，什么颜色，报号就可以出发，才能出发，才能出发，出发，先报号出发。好，你开开开开，快点快点，不行啊，等不出饭去换。怎么这样？是我的，可以没？不行不行。